刚才感觉我的右下垂啊，靠近踝关节上面点这个地方，好像有一圈东西扣在那里啊。我看到有个人的样子啊，上面好像拴了一根绳子啊，拴了一根绳子啊，一个大雕像，拴了一根绳子脚下。脚下为什么拴了一根绳子呢？因为当时把它抱下来的时候，往一放的时候，位置没有正对着东边，差了一点点一点点。按照这个一点点的话，按照人间的去测量的话，很难算出来。再加上一个人又不是那个正方形的，所以很难算出来。但是呢，那个外星人觉得这样，不是那个100%的位置放对的不太好，所以呢，他在脚上拴了一根绳子啊。然后在外面稍微拉了一下子那个绳子，往外拉了一下啊，然后这样的话就完完全全正对着东方了啊，完完全全正对着东方了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这么一回事。那这么说来，按照前面的说法，应该放在那边啊，按照前面的说法，而且还调整那个绳子的话，那看来应该放在那边了。如果看不见的话，按照前面的说法，要刷一层什么类似油漆这样的东西，就让人看得见了啊。因为我也没见识过前面，他们制作这样的东西啊，只能就一步步看了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